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有个坐过牢的妈妈。生活就像烹饪，为了我的两个孩子，我不能够死。我人生的上半场虽然输了，可是我还有下半场。家人就是调味料，因为每个人的存在，对不起，下半场的人生才美味精彩。美味下半场，10月4号起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，八频道。美味下半场是由 5-6 Daikin 主要赞助。